后来因为不是还有丝袜套头啦什么那一些桥段，对不对？观众爱死了，全世界涨价涨最快的人就在这里。对，因为没错，他第一次来，各位仔细听好哦，录一整天，对，大概500到800块一整天，对，然后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经过一个月播出节目播出以后，第一个月，你就涨价到来一天就是40000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你知道我经纪人哦，他只有跟我做20000。就不见了啊！处理。报道。当年也有个称号嘛，就是线嫂嘛。哎，对啊。你没有假牙吧？我现在突然间想到当年好多那个事情画面哦。对，第一次我看到他，他等于是一个临演的角色。对，没错。那来，哎，你这样我说，告诉他演什么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演。我说，干脆这样啦，你再帮他装一个耳膜。哎，对。啊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了什么，他就说。是这样来。其实你是比较重要。对。我只是出馊子主意而已。他也很好控制啊，对不对？他配合度也很高。配合你什么都 OK 啊，后来因为不是还有丝袜套头啦什么那一些桥段，对不对？观众爱死了。结果你知道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？我被妇女团体骂，对对，说什么我物化女性，或者后来我写了一封信，我亲自写的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我说，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表演？真心爱一个人，就是多多的在他身上出彩。全世界涨价涨最快的人就在这里。对，因为没错，当时他的经纪人当然不可能就是把全部的钱给他，对，有点欺负他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分一半嘛，可是他其实 A 了一半以上。我是暗中去帮忙，然后因为你赚的钱我又不能分什么，对啊，我只是爱财，真爱财，你这个财是他。第一次来，各位仔细听好哦，录一整天，对，大概500到800块一整天，对，然后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经过一个月播出节目播出以后，第一个月，你就涨价到来一天就是40000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你知道我经纪人哦，他只有跟我做20000。啊，然后再对抽。我们在这一台做节目，另外三台的收视率加起来还不到我们的收视率。打败飞哥，刷哥，无间的部分都全部打败。后来是因为被有台强力挖角过去，但是你挖把人挖角过去以后，你又不会用，是用到最后哩哩哒哒，最后节目也不行，浪费了，那就把它给毁掉了。然后后来我就去面包间上班台一个月哦，然后就被记者媒体偷拍，人家啊，如花怎么落魄的？偷拍，然后跟我经纪人说，哎，你的如花在面包间工作呢。哦，哎呀，上班，然后新闻就出来。对，我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他跟我说，叫马上辞职哦，然后如果不辞职的话，你就是违约要赔300000，连这个还要告。那叫你辞职，但是人家都没饭吃了，你还要告人家？闹这种的，有男朋友吗？哎，靠你盖交啊！你要我要告你？那你会介意那个跳舞嘴唇会发白的男生吗？我觉得。其实我很蛮喜欢的，他最近有练身体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有。